是伟伟，我们今天是圣诞节，所以我们要来开箱礼物。我准备礼物给爸爸妈妈，然后我先让我爸爸进来开，然后进来吧。你现在开箱爸爸的礼物，很小一个，来，请开箱。哇，圣诞节礼物哎、欸这该不会是圣诞老公送给我的吧？圣诞老公送给我的吧？好，打开来哦，然后你看哦。准备好了吗？这是离我一个小时。什麼你看、哦，你要念。Leave me alone one hour. 哇，一个小时的独处时间，这很珍贵。哦，又有一张。这什么什么？你这什么 ？One hour alone time, please. One hour alone time, please. 一个小时自己独处时间，拜托。哇塞，你看哪里都不能吵他，超棒的。你看哦，你看哦，每个都慢慢亲手画了不同的 design 哦。你看独处时间呢，看我都画了不同的 design ，这多珍贵啊！你看每个都不同的，谢谢伟伟。你看我多做礼物，这礼物棒吗 ？Best gift ever， 最好的礼物了。再亲一下，亲个，谢谢。好啦。我走了，拜拜。现在这一块我开箱礼物，这两个就先放旁边。这个是给 Cookie 跟 Sophie， 这个是给我妈妈，先放旁边。好了，先来说这两只吧。这两只，这一只是我们那一次去那个他们有卖东西那里，我们有录影 for 什么的，忘记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后来有 off camera， 我们有进去，然后我们就买了这只，还有其他两只。然后这只是我妈妈偷偷买给我的，这只是假装身份里面的香草。好嘞，我们要来开箱礼物咯。来，先开这个，打开咯。哦，这也太隐秘了吧，还不会让拆机仔细吃。我们没有那种包那个礼物的 paper towel， 就用这个哦。你是什么？发夹球。你上课发夹？难怪是湿的，你是不是已经偷发过了？拍照，好，好棒，谢谢妈妈。这个，好了，看这个吧。这四个长得很奇怪，一模模一样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一组的东西。打开。哎、欸，是 Sophie， 你看都。要慢慢的开，我不是那种小东西。先丢到地上，等一下处理。你看。难怪我想说好像是乐高的感觉，好可爱哦。好，我有时候找时间来，现在我就觉得这是雪莉美，然后还有另外一只猫忘记了，然后它也很可爱，然后还有史黛拉兔，我觉得打开吧，这只好可爱哦。我猜对了，史黛拉兔，好可爱哦，哇，这好可爱，好，一起放一起，来，我打开下一个吧。是什么？这只是那只吗？这只是谁？啊，我知道，这只是那只很可爱的那只的 Cookie 嘛。这只很像那只 Cookie， 应该是那只 Cookie 吧？好可爱哦，谢谢。还有，我猜对了，那只猫，我真的忘记它名字了。杰拉托尼，记起来了，其实是我妈妈给的。哦，然后呢，如果你们要说我们的兔子名字没有主题，没有，就是 Cookie 是新出的那只狗嘛，然后呢，所以是 Dolphy 跟 Cookie 啊， Dolphy 跟 Cookie， 好对对，都好可爱，不错的那个，好，下一个，这两个也长得，哦，没有，算了，发现了，是猫咪，你看，这很像乐高的那个，很像乐高，可是钻石要组一组的。这是假装生物的猫咪，我在网络上有看到有些人用这个，可是他们是用奇奇拉拉的，可是我比较喜欢这个。然后呢，猫咪也在，小草也在这边，可是这只是以前买的。你说，好嘞，开箱第一。哇，好高级哦。啊，我知道这是什么，应该是打开来，哇，这好可爱哦！这是手链，你看它有副链子，然后还有这些钻石，你看哦，有一些是雪花，
有彩虹的，所以不一定只要只是圣诞节。然后你看，彩虹的好漂亮，还有美人鱼，这个好像是美人鱼，你看好可爱哦。这是手链子，所以如果你看很漂亮的手链，然后还有一些你不喜欢的珠珠，你可以自己换掉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个，这个元旦放一只狗进去，有没有挺开心的？我知道这是什么了。有一天呢，妈妈就滑手机，然后她就说：“哎，你会不会喜欢这个啊？”我说：“对啊，很可爱。”她说：“你最喜欢哪一个？”结果呢，她整个包下来了，全部都买了。这个是就是小小的这些嘛，一盒一盒，这个大盒的里面有一小盒、小盒、小小盒，像盲盒，然后就打开来就是小小的公仔，然后就一组一组，然后你一组一组打开，就是他们有个定，然后就一组一组打开。这个是 Japan 的那个角落生物，角落生物，对，小摊子啊，然后有一些玩游戏的啊，还有食物，很多好吃的。刚刚打开的，哇，这个是那个他们的，这个应该是小盒子，然后这个是背景，所以这个不能吹，我要慢慢的。有八盒，好多好，打开了，好期待哦。我拿到最想要的白球，白球跟猫咪是我最喜欢的。你看，还有那个赵霞，还有他们的小书。你看这个哦，这个要剪下来，然后就是小，应该是小本本，不然就是包那个棉花糖的包装，很可爱。我先来拆好了，好，再打开这个，这个等一下组装。来了，我刚刚已经打开了，是珍珠牌，然后还有小小章鱼丸子，这个就是小小的不能少，然后就要放在这里面，然后这里可以放，好可爱哦。它还有就是还有贴纸，好可爱哟。这个是章鱼烧。如果你们打开这种的，不要忘记要看里面，因为这些都要剪出来，这小钱啊，然后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应该是本本吧。下一盒，还是两个放在旁边。慢慢的开，慢慢的，准备好了吗？看，这个就是那种，就是有一个钓鱼竿啊，然后你，我忘记是不是钓鱼竿什么的，反正就是会拉起来，然后就会有一个小小的，很像我看小丸子，他们好像是小小一个袋子，很可爱。那里有白熊啊，企鹅跟那个恐龙，还有猫咪跟珍珠牌，还有这个很可爱的，这是那个白熊的包袱机的颜色，然后这些是他们放进去，然后再把这些放进去。下一盒，好可爱哦！这个是企鹅的小皇冠，其实它不是企鹅，它是河童，可是它以为自己是企鹅，因为它头上那个雕像。这个就是西瓜，好可爱哦。对啊，西瓜，这个是卖这个的吧？这个就是那种很像那种以前的老板，然后他们就会带这个，然后很热，然后就有那个扇子在那扇。哦，这些不是小本本，这些是一个小那个牌子，就是说哦我在卖什么这样的牌子。打开吧。哟，准备好了吗？我闭眼睛，这是什么呢？我来猜猜看。我其实也没有猜，是企鹅，不是企鹅啦，那个恐龙，还有企鹅，那企鹅，好可爱哦！哎，这是什么啊？我看一下本本，有点这个，这应该是卖哦，这是卖那个香蕉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我手还有卖这个，他有卖他们嘞，好可爱哦。然后这个是他们的牌子，小小牌子，你看这些是牌子。猫咪的铁板烧吧，然后还有那个炸虾干，我忘记这只是什么，这是他的朋友。然后还有这些烤玉米啊，烤那个章鱼，鱿鱼。然后这边是烤，好可爱。这个猫咪应该是铁板烧吧？打开，想慢慢打开，我不想要那么坏。这个是猫咪，这个是钓鱼的，就是那种小鱼，然后它你钓起来，它会帮你放一个袋子里，带你带回家，好可爱。
然后那个你知道吗？那个小草还是戴在猫咪的头上，可爱。打开，哦，然后的牌子怎么样？好，以后再慢慢的介绍。这是白熊的刨冰，刨冰，好可爱哦，刨冰好想吃哦，可是现在冬天还是不要吃。好，这是最后一盒三星，可是还有其他的可以煮一煮。很可爱，这个是哎。然后这里面有人物哎，这是小企鹅，这个是真正的企鹅，他们是新家的人物，可爱呀、哦！开箱完毕了，现在换 Cookie 的，这些盒子我都要好好的把它关。先来看 Cookie 的哦，这个是我们帮他做球，这个胶带他晚了会拿掉，可是现在只是蛮漂亮，我还要把它绑成蝴蝶，超难绑的，超细的。好，这个礼物应该是要这样拉，不是不是 ，no， 我们是要从下面拉，这是我折的。跟爸爸一起走啊，惨了，拉不出来了、啊、先看你们观众，先看 Cookie， 哎，怎么塞的啊？怎么变这样？我刚才发现啊，我把它贴错边的票的位置，变成这样。好，没关系，希望其他不是这样。太好，这个球球，这个球球就是你可以直接给他玩，不然就是可以中间放一些好吃的、啊，然后就可以让他们这样玩。然后这个有胶带，我知道。可是呢，我会拿起来，他们要玩拿起来，像只是漂亮。这是圣诞圈，这也是我做的。Cookie 的，你的开箱完喽，你可以回去喽。他心里想说，终于他我妈妈在 Cookie 那边录，所以呢 ，Cookie 一直用我，他说快快快，先帮妈妈开箱他的礼物喽。他就是露营，然后他没有装扮，所以他就没有精彩。对，好，打开来了，第一个哦，惨了。这些都是我做的哦，这个是那个三眼怪，哎呦，这是我用粘土做给我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小苹果，哎呦，连的粒粒，好，小苹果有点凹凹的，不小心凹到的。哎，他的脚去哪里了？我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再粘回去。可是他应该有脚。这些是字母字母字母，就是 Toy Story 的字母字母。好，崔斯。还有，哎呦呦，粘在一起了啦！还有那个，这个是弹头先生，弹头先生，明明是马铃薯。有些时候眼睛，因为那时候我急着，那时候急着包，因为时间快要到了，所以等 camera 等拍完了我再修。然后这里面还有可以小小的眼睛，我还要按摩卷，叫我，我要按摩卷。开箱完毕了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拜拜 ，Merry Christmas。